动动中大奖，奖品丰富。我们就来看看是多丰富，会不会跟上一个一样，全部都是塑胶玩具呢？我们立刻来抽抽看吧。第一个洞，哦，这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，这个好像就不是塑胶玩具了哦，这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呢？好像纽扣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听一下这个声音。一看就知道不是塑胶玩具的，是不是？虽然说声音听起来不错，不是塑胶玩具的，可是为什么这个东西看起来这么像从回收厂捡到人家不要的酒瓶盖？很像欸，超像的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洞。第二个洞是什么呢？随意贴贴乐。哦 ，OK， 这又是贴纸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又是贴纸。虽然说它包装不错。第三个洞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喜欢出这种东西？怎么又是陀螺？救护车的声音，我住这边都会有救护车的声音。我就一路给它戳下去。哎呦，第四个洞不错哦，第四个洞是牛哎，大家看过鸡与牛的那个牛吗？牛。又是贴纸一张，又是贴纸一张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吃的吗？哎。这个包装大家应该会比较喜欢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Minecraft 我的世界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好了。既然用 Minecraft 的包装，里面就不要让我们的 Minecraft 粉丝失望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一看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失望，为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雪人、南瓜头挂着 Minecraft 的名号，结果送出这样的东西，裸扣啊，五块钱啊，别计较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什么？恭喜中奖，大型贴纸一张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，五块钱换一张纸。哎呦，这个是纹身贴纸哎，小 Sorry 的也超喜欢纹身贴纸的，而且这个是漩涡鸣人哎，好酷哦，有没有人想要啊？有没有火影迷啊？可以把它贴在胸口上或者贴在奶头上，别派哦，别派哦。哦，又是纹身贴纸，这个纹身贴纸就比较多元化一点了，有七龙珠跟网球王子，有没有是这个动画的粉丝？有没有人想要？一样可以贴在屁股上或者贴在奶头上哦。哎呦，这个就比较大一点，这个哦，哎，这个车子也太大一台了吧？这跟刚刚抽到的那个洞洞乐也差太多了吧？你看刚刚洞洞乐抽到的是这么小一台，现在这个洞洞乐这么大一台，这个同样是五块钱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然后接下来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好大一个哦，哎，酷哎，这个是。手表一只，我的天啊，竟然有手表，真划算，真划算，五块啦，五块抽一个手表，没卖啦，没卖啦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哇，吊饰哎，是一个吊饰，没卖哦。上面是写什么？柠檬是不是？柠檬口味的，闻起来不像柠檬口味，有点难闻。再来看一下，哎，刚抽到的是牛，然后现在抽到的是那个。屁股红恶魔哦，常常会怂恿鸡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屁股红恶魔。让我继续抽，看看还有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好大一个！这是什么芋头？为什么里面会有芋头这个东西啊？哎，这不是芋头哎，这是它的手脚哎，这可以把它拉开来。这是它的脚是吗？长脚的芋头。哎，是一只大象哎，好可爱哦。虽然说颜色很怪啊。哦，我做到有点脚麻。安徽小厨啊，讲到不管一照，嘿，我想看你买去还是安怎照？总结来说呢，难怪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不会喜欢我们花钱去玩这样的东西，因为这些得到的东西呢，总有一天全部都会被丢进垃圾堆，那还不如花钱买像阿辉这样的玩偶，还不是玩得比较开心，对不对，阿辉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打我镜头，阿辉，乖乖不要打我镜头哦。